大家好，我是小范。我们今天去小西滩，那就是地龙。看能不能捉到小鱼和螃蟹。这是鱼饲料。看，这么大一条。这鱼货可以吗？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死了，这个全部都失败。这个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，这就是胡子鲶了，你看看。我们把这鱼等一下放进养殖场里面养着。死了这条鱼我们宰了，等一下喂蝌蚪去。过来了，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大家支持。